发心的又出现了，狐妖要保持人形，必须要吞噬人形。我只是想知道真相。我弄伤了他的手，他的手可以无药而愈，他不会是妖吧？但怎么可能是妖精？ 如果小薇不是妖的话，你会爱上她吗？我死了以后，就不会有人再死。妖精！